宝贝女儿被朱姓健身教练杀害焚尸，找到的遗体拼凑还不完全，白发人要送黑发人，妈妈再看女儿遗容哭断肠，多么希望这一切只是噩梦一场。你们这个坚强，好吗？没关系，没有关系。为了女儿，为了妹妹，父子俩说好眼泪谁都不准掉下来，却再也忍不住。我的女儿，是这么样的一个可爱的天使，就这样不见了。追思会场，太太挑选心中女儿最美的照片，爸爸更亲手写下卡片。妹妹，你永远是爸爸的心肝宝贝，你永远是我最挂心的女儿，我天天盼望你回来，天天盼望。爸爸好想你，你永远是我和妈妈哥哥心中最美的天使，回来好吗？我们真的很想你，你不要一直睡觉，回来跟我们讲讲话好不好？和妹妹约好要一起环游世界，还有好多梦想还没实现。原本以为今年底要忙着帮妹妹办婚礼，但妹妹的第一个男友却是恐怖情人。报案的时间真的晚了，这是我非常自责的地方。我真的应该提早发现我妹妹的一些些的征兆。自责太晚发现原来妹妹的男友有问题，一条年轻生命遭到残杀，也让这家人的幸福拼图从此少了一块，再也不完整。记者郭新阳、邵子阳 SN 小组新北市报道。